19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皮肤，它是起源立方变成的。小伙伴们，今天迷你大大更新了一款最新的皮肤，而我和学姐发现它好像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皮肤。你们看它的头顶顶了一颗蓝色的东西，这个蓝色的东西可不普通，那就是起源立方。我们都知道起源立方孕育了迷你宇宙，孕育了弥拉星，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方就是弥拉星，而这个新皮肤它却直接拥有起源立方，并且还是起源立方变成的。小伙伴们，我们可以从19的简介中得知，它虽然长着小孩的模样，但却是一顶一的高手，而且他头上就顶着起源立方，那怪不得是一顶一的高手，有起源立方的加持肯定会成为强者。普通的人类想要获得起源立方的加持，需要虔诚的祈祷才有机会，而这个新皮肤它却直接由起源立方变成的，所以它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皮肤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。